小朋友亲手用雪克杯调制蜂蜜柠檬红茶、黑糖梅汁红茶，品尝自己亲手调制的手摇饮。常常呢自己做感觉困不困难？没做过，没做过，完全没做过，第一次做。啊，对自己做出来的产品感恩吗？感恩。大大雪师生戏举办购大小叶制茶师品评体验课程营队，邀请彰化爱因斯坦国中小实验教育机构小朋友到校参加活动，体验制茶过程，认识茶产业知识与文化。这个是我们大学社会责任茶产业人才培育计划里面有关于行动学习的这个单元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进行培育人才的时候呢，有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要教导年轻人来学习这个茶的美，其实从小的时候开始是最好的，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谢谢我们大叶大学食科系能够让我们孩子有这个机会，那我看孩子们都很开心，那能够来了解这个茶叶怎么做的，也可以了解一下，体验一下他们平常喝的茶在制作过程是多么的辛苦，那可以让学生们更知道去懂得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谢谢大叶大学给我们孩子这个机会。活动邀请到神农奖得主张父亲担任讲师，带领小朋友体验制茶与茶艺，推动茶文化向下扎根，让小朋友尤其在夏天，让他们呢亲自来 shake 这个能饮的蜂蜜柠檬红茶，让小朋友自己亲自来做这个自然很新鲜的柠檬蜂蜜红茶小朋友都很开心，表示不只认识茶叶制作的过程，也体会到茶农的辛苦，更懂得珍惜食物。台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